原番的塔科夫沙雕日常。啊！你是不是死了？不然你怎么都不出声了？好刀斩的日常。我在往那个圆顶走，你在哪？啊！我在往圆顶走，你不会往显卡走吧？你疯了吧？没枪！我他妈直接来邪教房了，大哥！啊！什么？邪教房啊！哎，香香分享一口了，分享一口。我操，老子就你妈三次，你都要分享。我操，太恶心了，丢哪儿去了？我操，金型有钱啊！哦，有钱人。你跟大哥混，大哥就是有钱人。我操，有钱人都用金型。你再裤裆吧，就剩最后一次了，你再裤裆吧，还能再用？我就知道了，钱丢了。我就等你这句话呢，我操。有一些贱婊子他进来可能会关门的，你看有人搜过没有了？没有没有，上面没活人。我将下面小心有人、啊、我将带头冲锋啊！一级上面枪叫什么？叫 M4， 算满改了，满改 M4。那把枪最起码能卖20多万。我操，手钻，手钻你装得下吗？手钻，我带包了。这里边有个手钻，我装不下。我到时候就能撤。这里边。我操，手钻才40000块钱，你都要？你是真？我这不告诉你吗？真的是。我这不告诉你吗？蓝桶过边，蓝桶装下，蓝桶过来，蓝桶。这个门里面出钥匙，云帆，我吐了。不着急，蓝桶呗，看对面门开了没？门开门了，你搜左边，我搜右边。你他妈强制给我拉回来！我在这边给你听脚步，你戴耳机了没？戴了。我没戴耳机的。呀，这里的抽奖箱有必要搜吗？有，可以搜，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搜这一片，别的地方都不去。搜完这一片就可以准备撤离了，等到10分钟我就去撤离。我操，又一个金骷髅！我操，你他妈要发！我操！发发发，20万到手了吧？都他妈扫一下，有地方舔都扫一下。我们这里搬架子。我没有包啊，填满了。我有包啊。撤撤撤撤撤撤！又开了一局，这局我准备追梦，去高级物资房。钱都不值钱。兄弟，不用送我了。我去就来，你就在这儿等着啊！你钥匙可以放 SSD 包里面去，我。你就搁这儿等着啊，马上回来。我可能一去不复返。我可能一去不复返。你死！我等着听你来句你死了。不可能！漂亮！不可以！真棒！漂亮！真棒！啊！邪教房，我的梦想，我来了。云帆死了。这一楼有人，他杀了个 AI， 你说我是走还是在这蹲他呢？你开心就好。
这一棒肝肠寸断，撤撤撤，赶紧撤，赶紧撤。